动手。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对你，你又不是坏人。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我说过了，这是必要之恶。谁说没关系？谁要你习惯的？到底是谁把你教坏了？难过的时候为什么要装作没事？难过的时候就要说我很难过。如果你不会，现在就开始练习。我不能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在意。苏小生，我怎么可能不在意？